Kenny 关智斌呢日就喺 IG 铺咗一张 CCTV 嘅截图同埋一篇长文。Kenny 话相中嘅红衫女人利用保安电话打俾佢同佢嘅邻居，仲想闯入去电梯大堂，好彩俾保安制止咗，仲话呢啲事已经唔系第一次发生。原来 Kenny 已经俾佢骚扰咗就快半年啦。除咗揾上门，红衫女仲会喺 IG 私信俾 Kenny， 内容系一啲好莫名其妙同埋威胁性嘅说话。佢仲查到 Kenny 嘅电话号码、微信账户嗰啲，搞到 Kenny 要成日更改个人资料，亦都令佢好担心自己嘅人身安全啦。Kenny 就话希望红衫女可以停止呢种行为，如果唔系就会报警处理。Kenny 都话生活中嘅我都只系一位普通人，各位 fans 要理智追星啊！